们带大家来到坦桑尼亚，走进世界上最大最著名的国家公园之一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观望每年在自然保护区内发生的角马和东非动物大迁徙。坦桑尼亚共和国1880年代至1919年曾是德属东非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英国托管，1964年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The United Republic of Tanzania， 首都多多马。坦桑尼亚总面积94万平方公里，差不多两个四川省大小。2022年总人口6170万人，分属126个民族。坦桑尼亚的旅游资源丰富，除了我们今天去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世界闻名的乞力马扎罗山和其海拔5895米的非洲最高峰基博峰，也位于坦桑尼亚的东北部，我们以后会详细介绍。好，让我们继续探索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在马赛语中是无边的平原，它位于东非大裂谷南部坦桑尼亚共和国北部马拉阿鲁沙西尼安加三个区域内广阔的草原上，面积15000平方公里。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极为著名，是一个有着300多万只大型哺乳动物的巨大生态系统，植被以开阔草原型植物为主，包括有面积约15000平方公里草地平原和稀树草原，还有沿河森林和林地。园内为热带草原气候，海拔在920米至1850米左右。塞伦盖蒂国家公园位于坦桑尼亚北部，1951年建立，北部与肯尼亚接壤，连接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保护区，东南是本国的恩戈罗保护区，西南是尼亚利昆谷猎物禁猎区、马斯瓦禁猎区，西部是阿昆狼谷和格鲁美猎物禁猎区，东北是洛利翁多猎部管制区。这些地区合起来称为塞伦盖蒂生态系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园内的雨季为11月至次年5月，其中12月、3月和4月三个月是雨水最充沛的月份，有些严重干旱的年份时，草原退化为沙漠，当地年平均气温接近21摄氏度。塞伦盖蒂国家公园是一个充满野生动物的世界遗产地，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的地区栖息着超过200万只有蹄类动物，4000只狮子，1000只非洲豹，550只猎豹，约500种鸟类。它们包括猎豹、羚羊、转角牛、羚大角斑羚、猎狗、狒狒、黑斑羚、非洲野狗、长颈鹿等动物。此外，园内有约500种鸟类，如鸵鸟、蛇鹫、南非大宝丹顶鹤、非洲秃冠战雕情侣、鹦鹉、秃鹰。每年出现的超过150万只牛羚和约25万只斑马的大规模迁徙闻名于世。角马大迁徙对于野生动物和自然爱好者来说，大迁徙是最受追捧的体验之一，它是超过100万只动物在塞伦盖蒂马拉生态系统中不断循环迁徙的过程。
一群群角马在一群伙伴的陪伴下不断移动，沿着一条古老的路线寻找草料和水源。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恩戈罗保护区附近产崽后，这些动物沿着顺时针方向穿过塞伦盖蒂。向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出发，然后在年底再次返回。一路上，戏剧性的场面始终上演。成千上万的动物被掠食者捕获，还有数以千计的动物诞生，补充了数量并维持了生命的循环。什么是大迁徙？大迁徙是地球上最大规模的动物群迁徙，这时候每平方公里的角马数量多达1000只，从太空的卫星上都可以看到巨大的角马群。看看令人震惊的数字，超过120万只角马、30万只斑马以及脱皮羚羊和其他瞪羚在塞伦盖蒂马拉生态系统中不断迁徙，寻找有营养的草和水。在生存本能的引导下，每只角马都会沿着古老的迁徙路线迁徙800至1000公里。躲避饥饿的掠食者包括狮子、豹子、猎豹、猎狗、野狗和鳄鱼，确保只有最强大的个体才能在这个伟大令人震撼的自然奇观中生存下来。这条线路将动物从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南部的恩戈罗保护区出发，穿过塞伦盖蒂进入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然后再返回。旅途中充满了危险，幼小的动物被掠食者抓走，行动迟缓的动物被狮子群拖倒，掉队的被鳄鱼撕咬，弱者和精疲力竭的被淹死。角马如何知道该走哪条路，目前尚且是一个谜，但人们普遍认为他们的旅程主要取决于他们对天气的反应，他们跟随雨水和新草的生长。但也有专家认为，这些动物会对远处的闪电和雷暴做出反应，甚至有人认为角马可以定位50公里外的降雨。大迁徙如何在全年里进行？塞伦盖蒂是坦桑尼亚最古老和最受青睐的国家公园，因动物一年一度大迁徙而闻名。迁徙时有600万动物的硬蹄践踏着开阔的平原，20多万只斑马和30万只汤氏瞪羚也为寻找鲜嫩的牧草而加入角马的跋涉大军。然而迁徙过后，塞伦盖蒂又展现出作为非洲最引人注目的动物保护区的本色。大群水牛、小群的大象和长颈鹿，数千只转角牛羚、东非卷羚、黑斑羚和葛氏瞪羚，景象壮观。每年1月左右，迁徙的动物们将完成向南的长途跋涉，沿着塞伦盖蒂东部边缘进入恩戈罗保护区。这里的平原草木丰富，营养丰富，为幼年的动物们提供了饲养初生牛犊的最佳条件。在2月和3月产下幼崽后，4月左右，角马群开始向西北漂流，前往塞伦盖蒂中部更新鲜的草地，吸引了数千只斑马和较小的羚羊群。到了5月，角马群开始聚集在靠近杜尼亚营地 Dunia Camp。 杜尼亚营地是塞伦盖蒂为数不多的在每年这个时候提供迁徙观赏的营地之一。交配季节从5月底开始，角马、斑马和瞪羚一边吃草，一边悠闲地继续进行旅程。
六月，旱季开始，塞伦盖蒂西部和格鲁梅蒂河南岸出现大量角马。每只迁徙的动物都必须面对穿越鳄鱼出没的河流的挑战，这是许多令人畏惧的河流遭遇中的第一个。随着六月进入七月，数十万只角马和斑马继续沿着公园的西边缘向北，前往一个更加危险的屏障——塞伦盖蒂北部的马拉河。这些河流穿越可以说是地球上最令人兴奋的野生动物活动之一。到了八月，牛群面临着穿越马拉河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汹涌的水流、饥饿凶猛的鳄鱼在河岸巡游、准备饱餐一顿的狮子和其他大型掠食动物。到九月至十月，主要混乱和困难局面已经结束，迁徙纵队逐渐东移。然而，当他们准备再次穿越马拉河向南返程时，他们将再次面临马拉河的汹涌波涛。十月底和十一月初，东非短暂降雨后，角马群从肯尼亚南下，经过纳米里平原，进入塞伦盖蒂东部边界。该地区以猎豹出没而闻名。到了十二月，他们已遍布东部和南部地区。新年伊始，塞伦盖蒂南部腹地草木茂盛，雨水丰沛，这里吸引了成群的角马和数十万只斑马和其他平原动物。随着铲毒季节再次开始，这个迁移循环年复一年的继续。好，今天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就介绍到这里，后续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入更多世界上的美妙神奇境地，带着放松愉快的心境探索和漫游精彩缤纷的世界。